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C。 我们都有过这种体验，在跳绳之后，逛了一天街之后，穿高跟鞋之后，小腿会感到肿胀甚至酸痛。那今天跟我来做五分钟的小腿按摩和拉伸，充分放松紧张的小腿肌肉，避免小腿变粗，拉长腿部的肌肉线条，以及加快肿胀酸痛的恢复。不需要任何的器械，瑜伽垫呢可有可无。我一般在户外跳绳之后拉伸都是在草地上做的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。首先是小腿按摩，按盘坐着外侧的腿，看下屏幕，小腿最容易紧张的部位是中束腓肠肌，我们着重按小腿肚偏内侧下缘的地方，用两个大拇指和肌肉走向垂直的动态按压，这里就是一个上下的动态。用手按比用泡沫轴有更好的身体反馈，感受哪里酸痛有节点就多按摩哪里，如果节点比较明显的话，可以按住不动几秒钟，然后松手重复几次。现在换另一条腿，注意常见的错误是拇指在皮肤表面揉搓皮肤，这样不对，应该是比较深的按住一块皮肤，皮肤表面不动，力作用于里面的肌肉和组织，力度要把握在按的时候有适当的压痛感，俗话说比较酸爽，过后要没有疼痛，感觉肌肉舒展开。接下来我们做下犬式，缓慢交替双腿后脚跟往下踩，向下踩的时候感受小腿以及整个腿部后侧的拉伸感。每个人的柔韧性不同，有的人后脚跟能踩到地面，有的人不能，都没关系的，把握适合自己的幅度，千万不要想短时间提升柔韧性，一狠心脚跟就踩在地面上，造成撕痛感，会导致拉伤。好，接下来的30秒，我们保持脚跟下踩的姿势不动，膝关节不要绷直，做任何动作都记住关节不要锁死。下犬式的小腿拉伸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它不仅拉伸了腿，这个动作同时锻炼了手臂核心肌肉，也起到开胸开肩的效果。而且靠墙拉伸双腿不能同时做，而这个下犬拉伸呢可以同时拉伸到，坚持一下哦，还有10秒。接下来我们站姿俯身，一条腿向前迈一小步，伸直，脚尖勾起来，双手握住脚掌，感受这只腿后侧的拉伸，不止拉伸到小腿，腘绳肌也有很好的拉伸到。你可以向左右轻微转动脚掌，感觉哪个角度有酸痛感就停留在哪里拉伸，因为我们往往拉伸小腿正后侧的肌肉，斜后侧的容易被忽视。好，我们换腿，如果想加大拉伸强度，身体可以再向下倾斜一些。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左右腿柔韧度不平衡，此时一是要多拉伸紧张的那一侧，二是及时发现肌力不平衡的情况，在锻炼的时候有所调整。接下来的拉伸就保持这个脚趾肚着地的跪姿30秒，拉伸我们的脚趾头以及足底筋膜。如果你鞋子的底比较厚或者比较硬，这个动作可能做不了，建议你脱鞋光脚做。这个拉伸可以预防足底筋膜炎以及运动时脚底抽筋。下个动作是同样的跪姿，只不过把脚趾冲后，拉伸我们的小腿前侧胫骨周围的肌肉和踝关节。转换动作的时候要轻缓，身体一开始向前倾，慢慢适应了拉伸感，再向后坐，直到臀部完全坐到后脚跟上，上身挺直。这个动作会预防或者舒缓胫骨疼痛。好，最后一分钟的拉伸，伸出一侧腿，另一侧屈腿，脚再伸出腿的大腿根旁，双手勾脚尖，有一个向后拉的力，感受伸出腿后侧的拉伸。这个动作和之前站姿双手勾脚尖的拉伸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胸找膝盖，柔韧性很好的小伙伴胸能贴到大腿的，但保持腿自然直，膝盖不要向上顶。
好，我们换另一侧腿做30秒就结束了。你看我们今天的顺序是先按摩再拉伸，你以后运动之后也是这个顺序，先用泡沫轴或者手或者筋膜枪按摩肌肉，打开节点再做拉伸，顺序不要反了哦。好的，拉伸结束，是不是感觉小腿肌肉放松了很多？提醒你一下，如果是跳绳的话，之前需要热身，建议你跟着我的3分钟跳绳热身课程来做，有效的热身对于避免伤痛真的很重要。OK， 那这节课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，拜。